Thank her. Following, with great honor,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environmentalist Ms. Li Er Liu. She has lived in Japan for 30 years and came back to Taiwan last time, particularly to join the workshop. Her topic is the truth and the revelation about the Fukushima nuclear incident. Lessons for Taiwan. Let's welcome her.谢谢啊，听到那个Naomi教授的那个演讲啊，很对不起，因为我没办法用英文演讲，我在日本已经住了30年，英文越来越破了。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他最后也说到，就是一个小国，他可能可以在，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他有可能扮演领导人的地位。然后我现在想等一下想说的就是，福岛核灾给台湾教训，说不定可以让台湾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翻译吗？ You want to do some translation? 只要他在他耳边讲就行了，只要在他耳边，其他人都可以听懂吗？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请这位女士也听到。Yeah. I think that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also participate in this speech. Thank you. So who's to do the translation? Yeah, could somebody translate in the ear? Why don't you do that? Yeah, could somebody do that?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give me for this proposal. 就是你万兆，然后一万兆贝克，那这是多少呢？这是相当于180颗广岛原子弹分量的辐射物质。那如果就是说当你不过就是说这个是日本东京电力就东电哦，他们在去年5月自己公开承认，他们放出了90斤贝克哦，这还只是以色来计算哦，就是一三七三四来算哦。那90斤是多少？斤是1万兆哦，然后1万兆贝克，那这是多少呢？这是相当于180颗广岛原子弹分量的辐射物质。那如果就是说当不过就是说这个是日本东京电力就东电哦，他们在去年5月自己公开承认，他们放出了90斤贝克哦，这还只是以色来计算哦，就是一三七三四来算哦。那就是斤是多少？斤是1万兆，就是贝克的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就在台湾也是一样哦，就说我们是每平方公尺，如果超过4万贝克的话，就算是辐射管理区域。那这个地方就是跟医院的 X光是一样，你进去以后你就不能手不能，就说不能在里面喝水，然后如果你进去里面手稍微沾到一点点辐射物质，你出来以前一定不能把辐射物质带离开那个地方，就手稍微沾到一点，要赶快去洗一洗，然后检测你没有带出重辐射，就辐射管理区里面带辐射物质出来，你才能够。
都是辐射管理地区，甚至很多地区都是60万贝克，甚至又这样的地方。然后它并不是日本政府去撤离的地区，是20公里到30公里左右。事实上，在超过那个地区的也还有，就是说60公里外的，甚至也有比那个就是撤离地区还要。辐射污染还要更严重的地区也很多，甚至在200公里外的，像青叶县有一个博士，他是高级住宅区，他甚至有被强制迁移的，像他们常举一个例子叫做饭馆村，因为他被认为是日本的香格里拉最美的一个村子啊、哦，可是他全村都强制迁移哦，那他是离福岛核一30公里左右哦，所以就说他其实范围就是有随着当天。就是那几次清爆时候的风向跟地形哦，会造成很多的污染不一样，甚至在就大部分的不只是福岛，在东北地区的南边宫城或是岩手县的南部啦，或是整个关东地区，它其实都遭到非常严重的污染哦。那这个问题，它大概有90%都是在山林地区哦。那现在就是说要去除却这个辐射污染，那这要除去辐射污染，大家可能就是知道，就是说辐射的污染跟其他所有的公害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化学公害，你或许去中和或是做一些处理的话，它可以稍微减轻哦。可是辐射是不灭的，所谓的除却污染，都只是用水。或是就是说你要把树皮要把它拔干拔掉，然后或是要把腐殖土要除掉50公分10公分哦，所以要把整个山都要搞秃了，你才能够真正除却污染。然后像日本东京大学的那个教授叫俄语龙彦哦，他估测如果你要去除却辐射，日本这次的辐射污染最少需要800兆日元啊、哦，那800兆日元是多大呢？日本的国家预算一年是就是顶多就是80兆日元啊、哦，所以就像10个年度的国家预算，事实上这还是以化学灾害来公害来的除却污染方式来估算，真正的辐射污染是不止的。所以，可是日本政府以日本政府这样子的能力，它只有能力一个年度只编了2000多亿日元，是差好几个零的，而且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去除去哦，因为它只是叫，其实他们说那叫做把污染移动，没有办法真正除去。我们用水把它一直冲。把墙壁啦，把山林的水冲，它结果就流到河里，然后现在河里又流到海边哦，所以整个那个就是现在太平洋岸的那个就是辐射污染的那个沉积非常严重哦，所以日本的太平洋岸的鱼贝类哦，现在没有人敢吃哦，也甚至就是说它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哦，最近在福岛核一哦，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每平方公尺如果超过40000贝克的话，它就是辐射管理地区。那如果以食物以普通的物品的管理哦，是差不多每公斤100贝克就算是低阶核废料。就是在核电厂里面，这些地方核废料把它全部装在一个黄的罐子，我们常看到用黄的那个石油桶一样的那桶子里面，然后给它写严重管理哦，就100贝克，每公斤100贝克以上就是低阶核废料。可是最近在福岛核一附近的海岸装到的鱼，它是怎样？每公斤居然达254000贝克，就是最近哦。可是东京电力这才终于说它要在福岛核一附近的海底做一个拦障，不让这些高污染的鱼游出去。可是事实上，这已经都2年了，那他们现在才要做这个动作，是整个社会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想就是说，大家是在我回来，我是昨天回来1月的前一天，2月19号，大家认为会比较拥护核电的首相哦，安倍晋三，他终于承认说，福岛核灾哦，其实还没有收拾完毕，当然还没有收拾完毕哦，因为他说认为这是还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哎，他整个真相我们到现在知道的也都非常有限哦，譬如说。
像三个，我们刚才提到有三个反应炉跟四个燃料池哦，那三个炉的炉芯现在下落不明，所以像它里面的二号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辐射污染程度啊，那辐射剂量还不断在上升哦，像在去年年底，它还测到曾经达到每小时哦，差不多4000多毫西弗，那如果每小时是那个7000多毫西弗，只要在4000多毫西弗站在旁边2小时你就死掉了，就说是七西弗，就7000毫西弗的话，人就会就是很会快速死亡了，所以就完全还是没有办法接近的状态。所以大家说要收拾这个，就说这三个炉本身哦，就不知道要多少年。他们现在就估算说20几年或30年，连东京电力都自己承认至少要30年后哦。事实上这也都不大可能，因为现在还没有。世界上也还没有发明去收拾，把回收跑到不知道，因为它已经不只是炉芯熔毁，而且熔穿还熔出了，已经熔出炉外去了，就要去回收这个炉芯的技术，现在也还没有发明哦。而且整个附近，现在而且甚至温度也还在上升哦。本来有一度是已经在100度以下，现在还甚至还有时还会跑到200度。以上，那可是如果它如果上升到200度或者甚至300度，东京电力马上就说哦，那个温度计坏掉了。现在他们都说每一个温度计都说是坏掉，所以是整个是非常可怕的状况。那其实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大家可能不大清楚，就是核电厂里面危险的并不是只有反应炉，还有最可怕的是用过的燃料棒，储存用过燃料棒的那个燃料池，就是冷却池哦。那通常他们日本他们是有一个中间的设施，会把用过燃料棒移到那边去储存哦，有另外的储存的槽啊。那可是那发生那个核灾的当天哦，就那个时候刚好是。第四号炉的那个燃料，它刚好在大修，所以它的炉芯里面，我们才会说三个炉四个池哦。那个为什么是？因为它第四号炉在大修，所以它炉芯里面没有燃料，所以它是刚好把燃料移到那个顶上，头顶上的有一个燃料池哦，就冷却池，他们叫燃料冷却池。然后现在那个里面，它现在是有1500多束的。那个燃料棒里面有1300束是用过的，那各位可能不知道，刚用过的燃料棒是那个就是是用以前燃烧之前的哦，就是1亿倍剧毒哦。有的人说就是要10万年才会无毒化，甚至有说要100万年才会无毒化哦。所以就说你用一个用过那个燃料棒，它真的是就一袋用的东西，它要1万袋以上的人才能够就才会让它无毒化。那个现在最可怕的是，因为就是说四号的那个整个解房，四号的那个厂房哦，它的四号炉机组的厂房，它因为经过清爆，所以它整个那个楼哦是那个摇摇欲坠的状态。那他们现在应该很急着想要把里面池子里面燃料棒要把它夹出来，可是你旁边要一个很大的起重机才能够夹出来。可是现在这个房子的结构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起重机，所以夹不出来。那现在就还有1300束，那这是欧美都非常非常关心哦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它发生情，就说发生倾倒了，它就说或是溃，就说发生那个房子稍微歪了，或是有地震来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倒了。倒了以后，这些燃料棒如果没有继续冷却的话，它就会发生核反应，然后就会引起。它引起的灾害是会有多大呢？是非常不堪想象，它放出的辐射物质将会是超过人类至今所有的核试爆的分量，这是整个北半球都会笼罩在那个辐射物质里面。他们估计就至少会有138000人会死亡哦，所以这非常非常可怕。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它发生意外的话，核灾的话，厂内就现在在管理福岛核灾，现在福岛核一厂里面也还有随时都还有3000多人、3000-4000人哦，在维持就是现在每一个池的冷却。那三个炉也都没有办法管的，或是那上面的池也都没办法管，那样子的话，整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堪想象的状态。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还没有办法，就是
整个其实福岛核一的那个就是它的灾难状态其实还在持续中。然后现实上呢，就说现在日本福岛大概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回家哦，因为我们都看不到续报了。现在政府有贴补的那个避难的难民哦，现在还有16万。然后其他的人哦，因为其他很多因为小孩子不可能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连自己去避难的大概至少因为政府不公布说有多少人离开。那福岛原来是200万人，它的土地面积是占整个的 3% 左右哦，就是整个日本国土的 3% 左右，那算是一个蛮地广人稀的，200万不算很多。那可是它里面大概就是说只有1000多左右的人离开，自己自费离开的哦，现在他们是16万人是政府有补贴，然后自费离开的大概是有就是从别的县市来估计说我们这个县有福岛的人来的哦，这样子的话这全部就统计起来大概至少也是36、7万人哦，那非常其实一定是不止此数，因为很多人家产还在福岛，所以他户籍并没有迁出的非常多，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还30几万人无家可归哦，然后而且就说现在福岛的儿童啊，他们在去就是在去年就检查出啊到去年的4月以后检测出的、啊、就有40%小孩甲状腺是出现异状的哦、啊，然后那个现在今年刚2月刚宣布说，事实上不只是一个小孩罹患了甲状腺癌，是有3个小孩罹患甲状腺，而且有7个小孩大概也是甲状腺，所以是有10个小孩甲状腺。那福岛的小孩是有全部，如果连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是20万小孩。那甲状腺癌其实是100万人才会有一个人罹患的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可是即使这样，日本政府或是福岛县，他们都不承认说这是跟辐射、跟核灾有关的、哦。所以就是做核推进核电，他们永远都会说，哎，福岛核灾连一个人都没死。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在福岛核一里面，收拾员工里面也有急性白血球死亡的人哦。所以就说这些事情根本都是就说。日本政府本身他们在就是说在灾后他们也做了蛮多的新闻的管制哦，所以而且也会在各国去做消毒哦，譬如说他们在台湾也会抗议我在台湾写的一些事情哦，那因为就是说他们在灾后啊，就是他们的新闻自由度已经降到世界的第53位啊，今年就2月份评价刚出来啊，他们以前都是排名10几的哦，都是前几名的，所以就说整个很可怕，就是在灾后，他们甚至有一次就是到今年啊，经过长期快要两年的争取，才准许福岛的小孩在别的医院，福岛县外的医院接受诊查，所以是你连人权都会遭受很大的伤害啊，所以是非常可怕。然后这个灾害的规模是有多大呢？就是说它大到就是说现，如果刚才我们提到它是要800兆啊，那我们在那个知道就是说像那个在电视上3.1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就说那个海啸啦，情况很就是很严重，它造成多少伤害呢？就是如果不包括核灾的话哦，就说所有的经大概世界日本国内外的经济学者评估哦，就说单单海啸，看到那个完全是一个地狱的情景，整个一个海啸来把一个村镇全部卷走了，那样子的伤害，就经济上的伤害大概是16兆到50兆。可是你看，单单一个福岛核灾，它只是要除却污染，它就是就是要800兆以上的，所以它根本完全超乎一个政府能力能够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像说，而且像福岛，按理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应该要迁，就应该要让它全部搬离。可是因为日本是有财产制的国家，所以它只能贴补，就是限定用行政很简单单纯的行政划分来决定说谁家要搬开哦。现在慢慢有改成用就是你家里的污染程度哦。哎，他们现在也打算在灾前哦，他们是每个日本人他们的就是跟所有的被接受 IAEA 劝告国家，包括台湾一样，我们每年哦，就是每个人平均忍受的那个辐射污染剂量哦，应该是1毫西弗，一年1毫西弗。那日本一下就把它
提高到20毫西弗，而且连小孩都这样，这个是很多家很多个国家连核电工都不是20毫西弗的，所以就说连小孩都是这个基准，那所以就整个就是连日本这样子一个国家他都没有办法去处理，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技术，因为他们眼看着连去处理福岛核一哦，就是因为他进去员工要照到很高，你可能不小心你就中标了，你就像你看你如果没有带着计量器的话，你就不知道那个地方它原来是4000毫西弗，只要站在2小时你就死掉，所以就说员工愿意去那边工作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将来他们甚至可能为了这样子还要变成像征兵制，征兵征到去处理这个核灾的，就说将因为就算是花很高的代价也不见得有人要去处理核灾的善后的问的善后状况，所以整个是还非常非常惨的状态。可是日本就是说为了就是他们只好就是不断的去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了，那我想就说从福岛核灾之后啊，就说让整个就说让整个世界哦、啊、就很震惊哦、啊、就说为什么就说哎就说原来核电并不是这么样的安全的东西哦、啊、那福岛核灾的例子刚好跟三里岛或车诺比不大一样的是，三里岛或车诺比它都是比较新的炉哦、啊、像那个就是三里岛它是才就是说才4个月，那车诺比他们才2年多，然后福岛核灾刚好是一个老朽炉，那所以经过了福岛核灾，就是说日本人最觉得最悔恨哦，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早、哦、把这个福岛这样子的老朽炉哦把它那个就是废掉哦，那所以也是就是说他也在福岛核灾之前其实已经日本就有成立就是要把福岛的炉废掉的这种会哦，这种团体非常多，可是就说你怎么样抗议就是以电力公司来说他们就觉得能够将就多用一天就是赚一天那样子，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啊，就说在灾后我们就是所有人都多了很多知识哦，就说除了辐射伤害，因为我每天吃东西都要去考虑这个东西它是产地在哪里，那像现就说它辐射污染够不够，它在灾后一直到去年的就是有1年多的时间哦，去年的4月为止哦，他也把食物的那个辐射容许基准提高哦，原本就是说原本日本大概是每贝克哦，就是每公斤大概是0.1或0.01贝克的污染程度而已哦，就几乎是没有污染的，可是灾后以后就他们把那个辐射的那个就是容许基准提到500贝克，那我刚才有提过就是在核电厂里面如果你超过100每公斤超过100贝克就是核废料，就是低阶核废料，所以过去就是在去年的4月把标准啊就会降低到100贝克之前哈、啊有1年多时间我们都在吃500贝克的，就说比核废料还要脏的食物，所以像去年就是我们的卫生署还要一度要把我们从每公斤我们现在台湾是实施多少是370贝克啊、哦、这是从车诺比核灾时代一直实施到现在，那韩国或是日本他们现在都是100贝克啊、哦、那我们的卫生署居然还要把它提高到就要把它放宽到600贝克啊、哦、所以我们去年就大家就是去拼命去阻止这件事情，然后终于卫生署说暂时暂停这件事，那说不定大家不大注意的时候他又偷偷把它放宽成600贝克，所以就说我今天很想讲一个主题，就是核灾其实离我们很近啊，不只是日本跟台湾它的位置是息息相关，像它的食物也是很可能就是它过去超标的食物就可能流到越南啦、泰国啦，或是就像车诺比时代很多的色奶粉它就流到泰国去哦，那也可能流到台湾，因为台湾或是就说我们对日本食物的接受程度非常高，那不只是这样子的地理环境上面的会有影响，其实最重要就是我在灾后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日本的学者哦或是专家他们就跟我说下一个最可能发生核灾的哦是台湾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反核标语，就是说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福岛，其实不是标语哦，那是专家跟我说的事情哦。他说为什么？而且下一个核灾不会等你25年哦，从车诺比核灾到那个福岛核灾哦，是等了25年，可是
同样台湾都是老朽炉，就像台湾三个炉哦，尤其我们的合一合二就是跟福岛合一是一样的哦，都是尤其福岛我们的第一核电厂，我如果再讲下去说不定 Naomi 教授他就要跑掉了，会觉得很可怕，像我每次回来他们都说你回来共赴国难，我觉得我们很侥幸到现在没有发生很多事，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非常一种 lucky 就对。另外因为我们的像譬如说合一也是跟福岛合一的一样，都是马克一型，是一个很有名的缺陷炉，连设计者都一再叫基因不能用，是基因一直不听这件事情哦，因为它整个那个微晶体都是非常小的，所有东西都挤在里面哦，那所以是非很容易出事，出事就很难控制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这就而且就是说像大家搞核电的人都到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位踢爆核四说核四不能用的，有一位就是工程师哦，他就一直在主张要延役，延役也是我觉得那个可怕程度是绝对是超过，也不会输给，就是说不会绝对不会输给核四哦，因为搞核电的人大概都知道啊，就是核电的那个就是安全的那个危险就是它危险状态啊，是一个像 bus top 啊，像一个浴缸状态哦。那初期的时候，就像那个车诺比或三里岛炉，它是初期才用没多久就爆掉，然后进入安定期，然后最后又是老朽期，又是危险状态哦。所以就说像日本他们最近就是在那个重启，很多人说哎，日本不是发生核灾，为什么还重启了两个炉哦？他们日本全原来在灾前是54个炉，他们现在重启，那他们现在有52个炉停转，可是台湾现在在运转的6个炉都比日本停转的52个炉太危险太多了、哦、因为第一个我们的防震系数、哦、是只有日本的一半，然后甚至我们的像甚至连核比较高的就是核二核三都是只有0.4G 哦，那都是就是说根本不就是说不如那个就是说不如福岛核一，就是说我们甚至连福岛核一都不如，而且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朽炉都被台电抄得非常，就是他们休息的时间非常短，而且不修理哦，就是很多知道有毛病的也都放着没修了很多。那我举一个例，像日本是叫做岁修啊，他们是12个月到13个月一定修一次，我们台电是18个月才修一次，然后日本是修45天到60天，我们台电技术比较好，他们是修24天哦，修理。休息的时间只有24天，然后像去年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我们的核二一号炉的那个锚定螺栓发生那个断裂毁损事件哦，那那个你知道那个锚定螺栓可能大家都比我更清楚，它是锁住把原子炉锁在那个地面锁在那个基座上面的东西，它那个是跟炉会应该要同受的东西，可是因为它我们那个地方可能它说不定有硫磺气啊腐蚀，或是因为我们长期把那个炉都超过头了，就是太没有维修，维修程度太低了，我们甚至台电还一直在跟中国的核电在拼运转力，拼世界第一，曾经还拼到第二哦。你说这有多可怕性，那是用全台湾人的生命在代价整个在做的，那我就在进行就在运转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就是说台湾就是这三个就是老朽的，就是三个老朽的核电哦，在世界，我想这不是只有日本学者这样跟我说，我想在世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英国《Nature》杂志啦，或是美国的那个《华尔街日报》啦等等，他们找世界的各种地震啊或是灾害机关来做平等哦，你如果说算全世界14个，我们6个都上榜，或者算全世界3大最危险的哦，我们就跟那个所以我们也是2个都合一合二都上榜，虽然三个我们都上榜了，我们不管怎么样上，甚至我们的核用过燃料棒储存的是世界上最可怕最密集度最高的啊。那个因为那个什么大家都不大晓得，就是说我们一个原子炉它一天要烧一个反应炉哦，它一天要烧多少个那个核燃料呢？你知道广岛原子弹它是差不多只有800公克的那个铀燃料哦，就是以铀来算，它是铀燃料大概是800公克，就拿在手里就拿得动广岛原子弹。那一个原子炉哦，它一天是要烧3克到1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不废炉，我们台湾就是一直在烧20颗新的广岛原子弹分量出来。那
我刚才有提到福岛核一的那个四号池哦，它里面有1300束用过燃料棒，就让全世界非常紧张。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很多欧美媒体都在说日本为什么还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北半球全毁的状态。那可是大概大家都不晓得哦，就去年我们在说炒那个锚定螺栓，你知道锚定螺栓它断掉了，它只要稍微有一个地震，整个就会摇了。那摇了还没关系哦，就是你那个反应炉发生。发生那个氢爆发生什么样都没关系，最主要的是它上面哦，我们的核二，但是我们用过燃料棒，我们现在台湾是有16000束用过的燃料棒，然后这个放在没地方去，因为我们也没有做中间储存设施，完全没地方去，它就全部都在核一核二是在头顶上一个很简陋的那个燃料池，那它挤的那个本来只是为了睡觉的时候换那个燃，就是换燃料的用的一个暂时储存的东西，可是我们30年来的粪都一直挤在上面，而且尤其是那个核二是我们就是一半以上都在里面，非常非常可怕。那大家不知道它，我们核二就一共有8000束，刚才提到四号池是只有1300束啊，我们核二厂就有8000束在里面，然后那个会动的那种就是锚定螺栓断掉，上面都是4000束。那你知道台湾如果那样子用那个16000束去换算，是相当于23万颗的广岛原子弹分量的用过燃料棒的辐射物质，我们根本没有地方去放，因为台湾跟日本一样都是新生的地层啊，不像那个北欧的板块，我们都知道那个芬兰它在地下，它挖了一个就是挖了在地下。挖了一个准备说要放10万年啊，因为那个用过燃料棒要10万年才会无毒化，可台湾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日本也一样找不到这样，所以单单就用过燃料棒这件事情来说，台湾也早就没有资格，或日本也早就没有资格，日本是相当于120万颗广岛原子弹分量的辐射物质在里面没地方去。那我们每就是蓝屿已经让5岁小孩都致癌了，可是那边都还只是低阶或中阶、中低阶，因为早期他们在把中阶或是一些都随便混在里面哦，并不是真正是低阶混在里面，所以而且就是说从福岛的核灾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说它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哦，就是说辐射它是不灭。那现在我刚才还要提一个，它对环境有多严重的影响呢？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辐射物质它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消灭，所以只能把它移动或尽量把它收集在一起。可是现在因为我要暂时先让大家可以进去住，或是小学的操场啊，先赶快去冲去把它除却污染。那小学的操场他们就把它刨了一层，可是你附近的山林，它有90%辐射物质都掉在那个山林里面啊。那这九层你怎么去弄？你要把树皮剥掉，然后要把腐殖土挖掉，就削掉5公分，削到10公分，那样子的山林，那样子的农地就等于完全没有用了。然后你如果操场把它就是小学生的或是中学操场，他们先把它就是把它那个除掉，把它土弄掉，他只是把它放在旁边，那而且附近的山林它根本没有除却污染，所以它搞了就是说。一次的下雨或是一个风吹哦，一下子那个辐射剂量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一个完全非常非常无助的哦。它现在其实是所有日本搞环境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哦，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辐射污染？而且我们看到在电视上，他们用高压水去冲墙壁，然后那个就是冲墙壁，或是它刮了以后，或是现在很多叶子，它甚至那个辐射污土，你把它收集以后也没地方去，很多人就把它倒到河里，那河川又流到海里，所以现在整个太平洋岸积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就说辐射的问题，就说本身是非常非常就是相当非常就说是一个就说非常人类根本没有办法玩，就是没办法去 handle 的一种东西哦，而且就是像这样子发生在日本哦，日本都没有办法处理了。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核电厂哦，就是核一核二都离台湾只有20-30公里哦，然后核四将来也是哦，就是说，所以就是我是很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跟我一样，我是回头来看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只占就是一层而已哦，所以是非常划不来。如果像法国一样，它占7-8层的话，就算就认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最后一句哦，就是说
像日本永富核电的，说不定对那个南宏教授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哦，是因为日本的被认为是永富核电的自民党，他们最近就宣布说自己要放弃，就是要节碳25%的那个承诺啊，就是他们曾经承诺过在鸠山由纪夫当首相的时候，那因为他们做不到了，就说因为发生了核灾。那我想就说台湾是只有台湾核电只在宜城嘛，那我想是因台湾的绿电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台湾的发电设备过剩，然后如果我们用电最多，我们所谓尖峰用电都是夏天下午两点的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突风，如果这个突风我们用突一个啊那疙瘩哦，一个大疙瘩，我们只要这个疙瘩的部分是用那个太阳能，因为你如果很热在用电，冷气用很多的时候，就表示那个绿电哦，就是太阳能发电是很 work 很能发挥作用的时候，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备载，我们闲置那个发电设备的过程又会超过40%，我们平时就有22%到30%哦，去年也有22%哦，所以就说。真的是台湾是太划不来，而且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不会要求像在地震国家上的日本或是台湾用核电这种原来就不是为了地震设计的这种发电方式哦，来发电。那我想就是台湾是非常非常，所有日本专家也都指出台湾的就是绿电的条件非常非常好。那我想真的是这种东西就是指望就是在各位我们台湾配合条件是最好，因为我们是超低，就是用核电国家里面依赖率是最低的，所以像刚才南宏毕教授说的是我们是一个小国家，说不定我们现在我们是可以马上宣布废核，也不用到2025年，如果我们发展绿电只是取代火电而已，取代那个就是化石就是石化的发电方式而已，那并不是取代核电，我们现在随时我们的备载都非常非常的充裕了，所以根本完全不需要核电，那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小国家也能够发挥在世界上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谢谢。Thank you, Ms. Liu. Following the topic is the future.